者肖凤起台北报道。王乐妍与小蛮王成烟合作舞台剧《未婚男女》，坐在记者会上，王乐妍却红住眼眶，原来是他爸爸去年因病过世，看不到他生平第一次的舞台剧演出。他感伤说，爸爸是他的铁粉，每次思念爸爸时都会开电视转到爸爸最喜欢的节目，有一次就这样看住看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直到经纪人打电话来讨论工作，才意识到自己看了那么久。他也请工作人员在台北首演超留了空位给爸爸，期盼他在天国也能观赏自己处女秀。而他在剧中全是女同志的婆，个性温柔婉约的，和他平常女汉子形象差异大。谈及英勇事迹，他过去为了要给喜欢看电视的爸爸一个惊喜，曾徒手从150公分高的桌子上拔40寸约20公斤的旧电视板下来，换上他买的42寸液晶荧幕，展现一片孝心。王乐妍遗憾爸爸看不到他生平第一次的舞台剧演出。记者陈一群社王乐妍所与小蛮要合作舞台剧《未婚男女》。记者陈一群社